老表和老弟说要吃鱼，我们呢今天要拿点鱼，还拿点螺丝来炒，是不是？好，现在我去把它处理一下。现在把这个中字给切两半，腌制快一点是吧？对，入味。今天就吃一点中字螺丝，这个还有点是什么？香肠。香肠还有点肉丸，那里还有点鱼，78，哎呦喂，够了，够了够了。现在要调下料先，生姜。生姜，生抽。料酒，盐，那是必须的啊。不要太咸，咸的不好吃，对吧？对。这全部是78来的吗？其他的鱼都没有啊。对。聊，哎，聊着喂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那我们的最爱。了，啊，满的，完全都满满的，这么多紫苏，哇，紫苏好好哦。等下来炒这个螺丝。嗯，那是绝配的。了，你开干了。放油。吐柴油。下次我，这么爱吃吗？可以了吧？炸鸡翅先啦。对。这装不完的啊、哦！可以装。可以可以。金黄色的，漂亮。漂亮。哪里来的小碗？等一下，进去验呗。开始晒鱼了。有照。可以吃饭了吗？可以。看，就是这么低。可以，可以。辣椒。辣椒好，下饭一点。西红柿炒辣椒，毛豆还有小番茄。啊，辣椒出锅了。看，美美的一碟。还有个螺丝就搞定了不？
炒好这个螺丝了，放油，还要放点油吧？够了，要放多少油？太油了。八姜、姜，还有花椒，把它爆香。辣椒呢？辣椒不知道老表啊？啊，多的，这多的嘞。用 L 味。辣椒。香味已经出来了。可以。螺丝。加点生抽，放点蚝油，你今天可以吧？可以，放多点，味道好吃一点吗？是啊。哇，香味都出来了吗？师傅过后，开锅。哇，可以哦，够香了。嗯，水分已经干了。倒进去。哇，这个够香了。香，够香。你炒了这么好吃，下回还你炒啊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出锅啊！嗯，满满一大碗了不？可以可以，够吃就行。嗯。靓仔。我们村长说我最靓的仔，这个村里最靓的仔。哇，这么大一盆，可以啦，开吃喽，吃饭喽。太好吃了，哇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晓得，这个怎么那么咬啊？越没越越没了，太快，太慢。你再低一点。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都是大个的，哦。这老人那个那个那个，你敢没敢？我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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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